蛇节的做法，这里方便大家观看，用两个不同的颜色演示。取下面黄色的线，绕个圈包住红线。红线绕是指一圈从黄色线圈里穿出。中指压住红线，再分别收紧两根线，调整好即可。再演示一遍，取黄色的线绕个圈包住红线，红色的线绕食指一圈穿过黄色线圈。中指压住红线，再分别收紧两根线，调整好即可。